是什么神？哈，义民也，义民也一共有多少人？有200多人。但是呢，其他真正新埔义民庙是用像孔庙一样，用什么一个牌子，一个牌位。但是这边他用什么？他用神像啊啊！你要他们告诉我，他每一个神像是怎么样去雕刻的啊？每一个神像，然后他们想要雕，他雕红脸，为什么？忠义精神。忠义精神啊，然后雕这个人啊，他说跟那雕刻师傅讲呢，说也奇怪，每一雕每一个的时候呢，那个师傅啊，晚上就会做一个梦，那梦到要他雕什么像形状啊，哎，这个有些事情就是这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局外人我们很难得给他说对或错啊。好，然后这个，你看那一只马，雄赳赳，气昂昂。哎，我刚才有给各位报告啊，我每个月第一个礼拜天走新公园，走台北城。如果你们有兴趣，你知道，你可以 email 给我哈，我们报名，先报名啊。然后我们到哪里去？新公园有一只铜牛，铜马啊。哎，这铜马都是什么？日本人在台湾建了200个神社，你知道吗？建200个神社，其中每一个神社都有铜马。那这个是中立神社的铜马，啊，那它不是中立神社的铜马，还在中立中学。那这一只，那是他们用38张的照片，然后拍好以后，那不同的角度，然后由雕塑师傅。给他重新做了这个，好，下一页，哎。